夫妻不和闹离婚，孩子竟成为无辜的牺牲品。2004年7月30号，一名丈夫相信是无法承受和妻子离异后，孩子的抚养权归妻子所有，竟狠下心肠，亲手将三名儿女勒毙，再上吊自杀，协同三名儿女共赴黄泉，酿成家庭大悲剧。当年任职罗里司机的廖国强，平时非常顾家及疼爱妻儿，和妻子钟慧婷结婚14年来，婚姻第一次出现危机。自从他和妻子的关系闹到离婚，甚至闹分居后，两人便各自搬回到自己的父母家住，而他也带着三名子女到父母位于沙乐秀花园的住家暂住。事发5天前，廖国强曾与妻子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当时双方都很满意谈判结果。不料数天后，相信廖国强从一名律师处得悉，在与妻子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将归妻子所拥有，因此在不愿和儿女分开又无法和妻子共处的两全其美情况下，萌起杀子女父自杀的念头。廖国强的二哥廖伟强在事发前曾致电给他，要他提早带孩子回家休息温习功课，但他却以替当年7岁的幼子廖振亮提前庆祝生日为由，只将在晚上11点多回家。廖国强接三名子女放学后，到一间家乡鸡快餐店购买晚餐及生日蛋糕，再返回一家五口原本居住的沙登拉野电务单位切蛋糕吃晚餐庆祝。不料直到晚上11点多，家人还是没看见他和孩子回家，便试图联络他，虽然手机拨通但没人接听，家人因此感到事有蹊跷，便赶紧到事发单位查看。廖伟强打开大门一看，只见廖国强以尼龙绳悬吊在客厅的吊扇底下，三名孩子则卧毙在房间的睡床和客厅的沙发上，其中长女廖婉仪的颈项被发现时还紧紧地被尼龙绳缠绑着。案发后，警方赶到命案现场调查，三名被亲生父亲结束生命的死者，证实都是被同一条尼龙绳紧勒颈项后造成窒息身亡，而他们的父亲也在儿女断气后以尼龙绳上吊自杀。警方当时相信廖国强提前1星期为儿子庆生是早有预谋，而且在下手勒死三名孩子前还喝了一些啤酒壮胆。三名小死者被父亲勒毙前，相信也都喝下了加料饮品，因此是属于昏迷或沉睡的状态下被勒毙。不过三名小死者被勒毙时，只有廖婉君有挣扎的迹象，因此警方深信婉君当时喝下的汽水不多，所以药力没有发挥很大的功效。自杀和被杀的四名死者分别是父亲廖国强、长女廖婉仪、次女廖婉君和幼子廖振亮。另外，警方也在案发的当天发现客厅的墙角留有死者的遗言，遗言内容是：“妈，请用佛教礼仪为我们火化。”案发隔天，警方重回命案单位调查时，再发现另一段死者廖国强死前在客厅大门后的墙壁写下了一段遗言，内容谴责妻子因为事业放弃家庭，成为这一次悲剧的祸首。事发后也有一些报道指出两人婚姻亮红灯是因为两人之间出现第三者，但当时廖伟强立即出面澄清，指钟慧婷因为事业心重需要时常往外跑，偶尔因为工作忙碌夜归引起丈夫的不满，以及怀疑妻子红杏出墙，夫妻俩因而长期争执。独自承受丧失三名子女之痛的母亲钟慧婷，事后精神几乎陷入崩溃的状态，在丈夫和儿女举殡火化时全程都没有出现，女方家属只是委派数名亲友代表前来向死者哀悼。举殡火化当天，家人依照死者的遗言将四名死者的遗体送往蕉赖六里村火化场，以佛教礼仪进行火化后，再将他们的骨灰安放在汝来孝恩园。